车。坐车应该是坐车，应该是坐车，应该是坐车。涨跳涨跳。加油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张跳，今天出发了啊！今天和我一个小徒弟，带他去兜一圈啊！好久没带上他了，今天正好他也比较空，那就带他去刺激一下。装备还是老装备哦，上一节刚打路亚的5000的黄车轮。好了，就等他来了，他到我们马上就出发了，出发出发哦！啊，今天海平面像西湖一样了，全速前进，全速前进！哎呀，到钓点了啊、哦！往下钩子啊、哦！啊，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？啊？是的，是的，草莓都种不好，草莓，一直给它搞，软了，软，那拒绝了，我现在不大清楚了，慢慢聊，慢慢聊嘞，是昨天把球都来嘞，昨天应该是昨天，应该是昨天，应该是昨天，涨跳涨跳，加油，好。哦，鲈鱼了！哎呀，哦，大鲈鱼一条，大鲈鱼一条！心惊又被搞得心惊都跳了，以为是张跳，结果是鲈鱼。这个鲈鱼，17斤。绿棒了，绿棒棒了。哎，总棒！哎呀！哦啊！哎呀！鲈鱼了。好，哎，走，快，抄网抄网，滑塞滑塞。大黄鳝啊！哇，哈哈，大黄鳝哦！哇，这条黄鳝厉害的，鳝！大黄鳝，大黄鳝！哇，这条又是有毛鳝精的哦！啊，黄鳝，黄鳝！哦。狡猾狡猾的黄鳝了。
出不去。活塞，又是活塞，活塞下风了啊！活塞下风嘞，是鲈鱼又是，身价又爆掉，大活塞，哈哈，可以哦，哈，活塞啊！鲈鱼啊，这条是鲈鱼，会出现的是鲈鱼哦。可以游，啊，中了啊！给你机会，不要跑掉了。这个活塞一条爆虾嘞！我都是这样子保持的，就是音乐很大呀。啊，活塞，活塞，我这条小活。我这条小活塞了。游过去了。回家，哦，一会时间拉了这么几条呢。回家了哟。这个活塞比鲈鱼大呢，铜头鱼也比鲈鱼大。哦，回家哦，今天还可以。已经到家了啊、哦。三条鲈鱼，三条活塞，今天产量100磅，称一下。这条有9斤，这条估计11斤嘞。两条鱼20多斤，还有一条小的鲈鱼25斤。黄鳃称一下，这条大概2斤啊，2斤重。黄鳃4斤半，算钱了哦。黄鳃4斤半，鲈鱼25斤，1700块钱。我那个徒弟鲈鱼会跑了4条，搞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大概这个
它打路呀，打是会打，但是这个控鱼啊控不好，四条鲈鱼我带我全部跑掉，一条都没拿上过，还有一条小鲈鱼我送给他，他钓了两条黄鳝，一条黑鲷，还有一条鲈鱼啊，我又送了他一条。这几天风向不好了，鱼不是很好钓，钓今天出去钓了1700块钱，已经是算很不错的。那明天再去钓一条。那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喜欢小张跳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，拜拜。